来关心德吉乡火警的消息。德吉基分村头前厝25号下晡发生一起自体火警，三合院正新市民厅着火。嘉义县消防局派出3号德吉梅山环路顶道的分队前往救援。大型消防车因为无法度进入小道路，好佳在有配备小消防车接受4台车进入救援，真紧扑灭火势。三合院的正新全火，好佳在有5条香槟火灵，无人受困。德吉基分村头前厝25号下晡发生一起客家火警，三合院正新市民厅内着火。客家是在深处2公里的小径内，嘉义县消防局派出德吉3号梅山环路多分队前往救援。大型消防车无法度进入，停在外部道路来支援。另外4台小型消防车进入村内助推，陆续找到水源，接驳到消防车来灭火，紧急就扑灭火势。现场为处专造三合院，因为地处偏僻，大型水车无法进入，水源不足，立即在附近寻找沟渠，抽水取得充足的水源。进行扑救，在18:03将火势扑灭。受灾三合院正新全火，不过在及时救援抢救，火掉香槟火灵，无人受困。最新新闻，蔡文东在家乡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。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